哎，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你们能看到啊？我怎么就看不到？咋看？哦。啊，那就不管了，你们能看到我就不管了。啊，准备吧，你们。第一例也是唯一的一例进球。左慈主都可以，貂蝉。有可能被女将克，泰尔茨和陈宫都不错。你们想看谁啊？泰尔茨和陈宫？听说有奖品，我也不知道。郭淮太弱了。哦，我先看到陈宫的，我就用陈宫了。哦，二号位小关张，这个是比较像反贼的，对吧？这个是比较像反贼的，夏侯霸也比较像反贼，贴主位的，但是他能力就比较弱了。曹洪将都将面这种不练师强将不定身份，但是我找到四个反贼了，就暂时信心这么标啊，但是我不一定的。那就是说这三个，这个是内，这两个是中，主要是看一下夏侯霸，夏侯霸贴主位。被滴血有挑衅，其实对主攻是有威胁性的，但是他能力太弱了，所以我们再定吧。骑手去压贴主位的小关张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杀！哦，骑手左慈关心，这个还是比较恐怖的啊。就是说，骑手左慈有一个能用的技能，就可以对场面进行压制，并且关心张苞的复魂不成功了。对吧，就关心直接是复魂不成功，所以这一局应该是确立了一个打忠臣的，这样就是回合外遗迹回合内关心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，关心张苞也就不复魂了，他复魂不成功。无中生有。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有可能是忠臣哈，因为我们找齐四个反贼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不练师，不练师也没有骑手安旭，这边有个安旭空间，他如果是忠臣，他如果是反贼的话，可以去把曹洪的牌安旭给关心张苞。一会儿我们可以考虑啊，这个是直接过牌了，还好他安续一个明反的手牌到另一个反贼手里头，有没有闪啊？哎呦好狠啊，我们可以先逃远决斗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赦。桃园结义。哎呀，无
谢可机。哎呦，看还有一个无懈毒条，谁的？雷莎。如此，霸业可图也。啊，我们明天是有活动，周日我有事儿，周一也有事儿，我们下周二打界限，好吧？就下周我们就叫界限之周好了。顺势天涯，你们看靠谱不？所以今天打了那个至尊就不打界限了。这把反贼比较难玩，江面差人家一个档次。如今之计，唯有退守。就看内奸怎么去考虑控场了。福王后那边没觉醒，但凡福王后一会儿也觉醒，反贼是被碾压的。曹丕夏侯霸和一个不能复魂成功的关金张苞是打不过对方的，所以这一局内奸的思路比较的重要。宝马配英雄，顺手牵羊。但是感觉内奸没有控场呀，内奸这边直接去用加一马保步练师，我觉得不太合理。残了一个关金张苞，没有明闪。其次成功也被他压残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将面是一个差别，所以他这边去保忠臣我觉得没必要，他完全可以去留在手里头，以后去通过这装备来解。你这么早给的话，福王后那边一觉醒，主中方是将面碾压的，对吧？这一局主攻是不怕被推死的，他是完全是一个控场局，没必要这么急，我觉得是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曹洪是啊，你们觉得曹洪是忠臣呀、啊？曹洪是忠臣，夏侯霸是内奸啊？啊，有可能。我还因为贴主位的夏侯霸会被乌龙，他是忠臣，在那儿选这个有点危险。但是有可能吧，只能说有可能吧。因为你八号位在那个位置，忠臣选夏侯霸的话，那忠臣肯定也许可能去限制你，对吧？也许秒不掉你，不会打你，但是会限制你。这边福王后跳中了。那还是我们分析的有理啊。我也觉得贴主位的夏侯霸不太偏忠臣，那就不太偏中内，因为他会被忠臣去忙的。明天有活动，明天没办法去打界限。界限张飞、周瑜等有了我们再出，好吧，别急啊同志们。已经出了是吧？啊，那出了我会在近期录视频的。哦，小关张去了，我就看曹洪你给一个加一码怎么控场啊？你们觉得福王后是内吗？这不连师肯定是忠臣，福王后也没内奸属性，那只有曹洪是内奸了。那我就看曹洪在死了小关张的时候怎么去控场。不过小关张死有一个好事是还不会浪费掉，有行伤。左慈是神话神，所以这局我就没有觉得反贼有优势。那第一轮所有的人都在跳忠臣，没有内奸跳出来，我就非常非常的觉得内奸的控场思路慢了一拍，起码他分析慢了一局吧，等于说是凡胎岂能窥视，也就没有在他的行动回合里头考虑出来这一局主反的将面对比。这边借刀，哎呀，想太多了，关心能让你成功，不过他因为牌比较多，所以没办法。借刀杀人，你们能看到还是能看不到？赶紧确认一下。都九，火杀，看得到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看到就行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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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局反贼非常的难打，我们来继续再考虑吧。第一个就是先得把，哎呦，我这边断了。
我觉得这火攻成功率太低了，小关张是保不住的，内奸去考虑吧。过河拆桥。哦，内奸跳出来了，不管他有多慢还是怎么怎么样，他现在起码是跳出来了。他也觉得现在这一局主中太优势了，伏王后也不好控，不练士也不好控，无懈可击。你说他给那个加一马干嘛呢？我也觉得，就是说这一局其实我们就分析出来曹洪是内奸，因为夏侯霸真的是非常偏反贼的一个人，只要把夏侯霸定反，这个局将面是非常的容易能看出来的。那曹洪第一轮可能就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了。伏皇后那边看一下这一局吧，好事好在伏皇后一直没有觉醒，主公那边没有出距离，也没有出配合的方式，这只能说是好事好在。那以伏皇后调整了两轮的手牌，出个 K 点啥的很正常，雷杀，所以好就好在这儿吧。闪，这边杀夏侯霸，夏侯霸因为是在铁索上，不想被传导打死关心张苞，所以他出闪了，没有产生这个挑衅的作用。当然出挑衅也没办法，也不知道怎么打，需要的是距离，需要的是能打到不练师。我们先起码找到第一个突破口，这一局应该是比较长久的一个空场局，因为反贼打不起来，节奏打不出来，这一单独的一杀我觉得杀不死的，那个还没求过桃，我觉得是起码有桃。对，万物苍生，幻化由心，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左慈愿不愿意收掉小关张。五上，那继续的关了小关张的牌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收，没有收。哎，我觉得哦，成功了，不过他手牌也没有多少，但是怎么能成功呢？哦，离线了，左慈离线了，我说怎么能成功呢？哦，这个太意外了，这左慈在让我们赢吗？连关心张苞都觉得提前感觉到他会让他赢，这下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双杀明的两张红，将之勇矣，不可放肆。现在局势稍显得有点安全了。管杀还管埋，决斗。哦，在左慈关心的时候翻了左慈，我们可以试的一波一下。哎，可惜是没有成功。我们来试一下。火攻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受。给一个机会，左慈关心没有回合外技能的时候，看能不能直接推死。因为从伏皇后再从曹洪打起来，我觉得稍显得有点麻烦，所以看一下这一次翻面能不能在对方，这算不算掉线无耻呀？在这一次机会
尝试一下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局最容易找到的一个方式。再往下打的话还是比较难受，因为左侧回合外一记福王后又是球员，哦，从这边慢慢慢慢杀取。哎呀，大头蒜已经看透了，这都看出来了。趁他病，要他命。刀剑无眼，须得小心防护。哦，有的人说你八卦阵完了四血怎么去秒，那你说正常打能赢吗？我觉得正常打这个局根本不是我们的局。这只不过创造一个扩展一下你这个局势过程的一个思路，对不对？你在那个时候动福王后也不可能，你在这边九杀成功我们就马上崩盘，你说不去找这种思路你正常的打能赢吗？就指望曹洪来跟我们控场打一记关心的左慈是吗？我觉得 你想的有点少，乐不思蜀，你得在这种局势去找能赢的方式，这个是我对局势的理解。我这边有个乐，希望一会儿夏侯霸能不能帮我拆开，拆开的话有个火攻的话对皇后还是有一定的威胁。哦，刚才他也在铁锁上是吧？这下的话他有点伤了。诚惶诚恐，夜不能寐。哎呦，他是直接坠孔完牌。这反贼是崩的。好，哦，漂亮，这边曹丕直接出来了，给予一定的机会，这只能这么说。打死福王后还好，只能说打死福王后还好，前提是能打死。哦，他没有任何打死的办法，决定去寒冰一下左慈，基本上过了，没什么办法了。万箭齐发。哦，还好我们这边留了一张闪，一会儿夏侯霸能动的话可以收一下人头看一下情况。死罪可免，前提是能动。嘘，隔墙有耳。冲杀敌阵，来去如电。吐故纳新，施法天地，顺手牵羊。如此一击可擒也。幻幻无穷，生生不息。我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创造出球员的机会。曹丕应该不会去打福王后，曹洪有没有距离呢？我留一下桃了，我保一下。应该是直接推主了我的队友。刀剑无眼，须得小心防护。应该是直接推主了。杀。
吐故纳新，师父乐不思蜀。哦，漂亮。哎呀，听过了，希望没有一个大点，一定要夏侯霸要动。啊，不过好像也有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也有神速。只不过动的话，杀多的话会产生咆哮的作用，可能效果更好一点。他跑，我拿杀。哦，夏侯霸要动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有机会是赢的。诚惶诚恐，他可以收反贼。哦，没动，那没动只能神速了。速斩速决。好，你看这把是不是推主赢的？所以说，在他回合外不是一记的时候，那一局翻面左慈绝对是一个推主的思路。如果正常打的话，是没办法这么容易的去打的。所以说刚才不是说有人说那边四血带八卦阵推主不是搞笑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直播最后一局，明天晚上有那个什么比赛直播对吧？我们这边出的是大头蒜、乌鸦、独恋123还有七神，明天晚上到时候可以来看。你们要看谁啊？关张包就不出了，不选了，关张包没意思。诸葛瑾啊，老诸葛瑾也没意思啊，我们下次就要换一换了，比较偏反贼的。哎呦，这个是大反贼哦，这局有马岱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。有马岱，我要是反贼就好了，只能这么说。雷杀，火杀，南蛮入侵。杀！杀！荀彧，他要赌荀彧，荀彧跳了一个反贼。哼，肉眼。左慈会被降血吗？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生有杀，伤敌十指，不如断敌一指。呵呵呵呵，哎呀，这个马岱好伤心啊！我靠，幻幻无穷，生生不息。流血还是貂蝉呀？好吧，我也觉得应该给流血。粮草已到，但是貂蝉也比较偏中，给流血的话更合适一点点。乐荀彧。铁锁连环，乐不思蜀。杀！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啊，连一下嘛。杀，明以洞察，哲以保身。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徒步纳心，施法天地。我们赌的刘协中，无中生有，当时就是貂蝉刘协二选一，我也觉得想不到别的了，就是貂蝉刘协二选一。姜维位置像反贼，但是他没有挑衅，有点跳内，对吧？过河拆桥，我再想想，我这个不武卸了，我拆了个桃。我当要替天行道。貂蝉也比较相中，因为左慈主会化身女人，就这里头，就当时就是貂蝉刘协二选一嘛，就这个去选择。我选择刘协是因为，如果赌对他的话，他的牌的利用率要高于貂蝉。下次注意点。哎呀，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反馈吧？幻幻无穷，你有闪出闪，那说明没闪，或者是只有一张闪，对，防九杀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有鬼才啊，所以我就不防乐了。无懈可击，我怕打死他。九杀，闪。他不是亮的司马懿吗？他有乐的话，有鬼才不就能出来吗？对吧，这下这一手牌看他能爆发成什么样子。敢给我吃桃，说明他手牌上还有桃。要不他可以放弃我了，因为他刷了很多的化身了。哦，这用张合说明杀不是很多。如果杀多肯定用咆哮收马袋，一波一波往下收，他用这个说明手牌上杀不多，只能这么理解。哦，他没巧变二，没巧变三，说明是有输出牌的，或者是有用的牌的。八张牌应该有用的，先吃桃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他敢救我，有桃也正常。先借一下冠石。马岱那个红桃，我觉得他要哭死了这一把。我没属性杀是吗？重铸铁锁，有属性杀的话，毛不准能杀一片。这边牌比较多，所以左慈那边考虑排序比较久，可能是在想。具体来看，哎呦，固定哦！刚才要有属性杀那个铁锁一下，这不是直接让对方明白了吗？决斗，很可惜没有属性杀，只能说很可惜。看下泰尔茨，贼一除，丞相放心。我是要死了呗？他挑衅我杀他，我就直接过牌好了。闪电，防了。他一挑衅，我杀他，他用我过红牌，找一个闪，保证自己不死。我觉得挺合适的，挂一个闪电，因为自己有鬼才和我。
我只有两张牌，他挑衅我出杀，判报告阵只有一张红牌吗？红牌是可以。他挑衅我得出了这张黑杀呀。无中生有。过河拆桥。不用八卦那就不用了嘛，多大点事。哦，他拆了闪电，看他会不会打我，最好是别打死我。哦，他不打我了，他冰我了啊，冰我最好。哎，想半天。诸将莫慌，粮草已到。如果我们没有这张桃，一定要留杀哈，防止貂蝉离间清了主公的牌。这张杀是防离间的。哦，主公换了个极致呀，我还以为他还换的反馈。哦，我没有注意，我的思路当中以为他是反馈。乐不思蜀，羡慕吧。他已经怂到回合外极致了，多么怕貂蝉。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没敢定义貂蝉是反贼的原因哈，就因为左慈可以当女人。敬你之手，与他一搏吧。哦呦，流血有点危险呀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无懈可击。好的，此诏事关重大，切记小心行事。他给我牌保我一下，他怕我被泰尔茨打死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们第一杀就废血吧，就防一下第二个可能是九杀的牌。就老老实实，他杀我们第一刀就老老实实废血吧。九，哦，直接九杀，他要干嘛？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闪，闪，塞翁失马。哎呦，出一个 K 牌，效果还不错。出了一张 K 牌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他已经杀过了，劫命爆发的能力已经比较弱了。当然这也是反贼烈日局求报的一种方式了，他们已经就这样了。不背弃火攻。稍显有点危险啊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有牌还是比较危险的，虽然不出杀，出一个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没红桃。只能说不好意思，请。幻化游戏。只能说不好意思。巧辩不就没输出了？我知道他有巧辩，我就说没办法通过我来用缓释来帮他改。左慈有一张决斗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哎呦，这两张牌太这个乐赚了，说实话，一张乐换我们一张逃一张决斗，我觉得赚死了，这么说对不对？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赚，我是不是？把乐给了姜维吧，别让姜维动，我来去动，把貂蝉不把荀彧、貂蝉看能不能都带走。哎呦，不管姜维了，
我觉得可以考虑给姜维。凡胎岂能窥视仙人变幻？我觉得有点亏，还不如直接中乐呢，对吧？刘桃、刘巧变、刘桃、刘手牌上线过啊，你们觉得靠不靠谱啊？他动也没什么作用，就直接中乐，完了巧变四留牌，你们觉得呢？直接巧变四留牌留住桃，我觉得这最合适，因为我现在我要放南蛮的话也很危险。我姜维救荀彧就让他救去吧，姜维救荀彧，太史慈就收全场嘛。这个时候还能让荀彧自己动吗？有去虎有啥的，没那说法。诸将莫慌，粮草。我就你要救救吧，我觉得他要救他就卖主公呗，我肯定得收了，我不让动了。无懈可击。哎呀，他没用桃救，用个无懈。无懈可击。哦，哇，我们弄出一个神无懈。我看姜维救不救桃。我要收出来一个九杀就好了。收一个九，姜维看他吃不吃桃。哦，不吃桃。好的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。杀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九杀。无中生有。啊。五谷丰登。只能拿桃了，这个桃好事，这个桃还不是红桃的桃，我一会儿没有红桃的话，这个乐是强中的，对吧？不是红桃的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。只能拿桃，只能拿桃。杀。哦，这个桃我应该吃了，我一血了，我刚才被姜维打了一下，忘了。留没有红桃吧，留一个梅花防兵就差不多了，留个梅花，留个福扇。没有红桃。没红桃就尽死生之力保友邦之安。就怕这个，还好我们没有留红桃。留梅花啊，这个时候大点，你告诉我八点和七点有什么区别？肯定是留梅花的质量要留一个大点的好，因为七八点不是一个质的变化。你要十三点和七点去比，那留大点；你七点和八点这就没有区别了，对不对？你肯定是要留梅花更好，合适一点点。对，避免说是姜维一会儿有兵兵我一下，我连那个那什么，红圆都红圆不了，那不是太亏了吗？我本来是过三张牌的，变成过不过牌了。你觉得呢？七八点有什么区别？肯定是没有区别的。就是你觉得呢？对不对？你觉得呢？我当要替天行道。不要被拼成功，被拼成功还有点危险啊。杀。哎呀，这都被拼成功了。闪。父亲大人，对不起。过河拆桥。九。哦，九杀，我靠。哇，这双人裸摸九杀，这你能飞？我操！哇，那件没有，我靠，收出九杀，这没办法了。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赢这一局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收队友。飞升。我靠！哎呦，主持。
最后不应该给我牌，你给我保什么？给主公呀，那些牌最后一波了，主公但凡活就赢了，解散解散，最后给我保我是没有用的，我其实早就可以死了。对，就是最后那一次密诏应该是给主公的那一手牌，为什么要给我没想清楚。对，就是说这一局最后给我是一个绝对的错误，那时候肯定保主，主公因为反贼已经是崩盘状态了，就是他们已经是绝对赢不了了，保住主我们就获得胜利了，对不对？给我呢，我就算收了貂蝉也没有用，因为主公还是很危险的状态，所以说那一次密诏一定是给主的，这一步打错了刘星。当然那个祖太史慈收掉九杀去秒主，这也太人品了，没办法。啊，你们送点桃子，今天直播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明天继续，明天晚上是有比赛的。他给的牌是有闪的，有一张闪，还是大点的闪，好像记得是。